刚刚网传疑似刘强东爱女主蒋欣勤，在微博发布称自己与刘强东素不相识，不可能与该事有关联。本不想理睬留言，却没想到事情愈演愈烈，给自己生活带来巨大影响。现已委托律师依法查证此事，将起诉相关主体，维护自身权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